看头前，若要买物件，你就甲我看一遍。哈哈，大家好，我是秀秀夫人。今天啦，我要来帮你们解释一下肺肠炭。哈哈，这个东西哦，哎呦，吃火锅的时候需要用啦。今麦寒嘛大家拢爱吃火锅哦。啊，烘肉的时阵哎呦，也是需要它啦。如果你在家里面家庭主妇啊，你要煮饭对不对？哎呦，你只要把它水煮好之后呢，把这个洗干净之后，你把它放到水里面去，我跟你讲，会煮起来粉。哎呦，阿妹哦。Q 啊，咱若伫厝诶吼，咱诶拄啊内底一块姜啊、生果、生姜安尼对无？你这梅啊摕起来了吼，甲包起来，包包诶，啊甲挂伫你诶落啊衣橱里面。我告诉你，它真的是防潮哦，非常非常好用。这吼每一个人伫厝内底吼拢买一包啦。啊，我今嘛吼今日啦，秀秀有灵吼，要告诉你们什么？好康诶，当然嘛爱报互恁。我甲恁讲，恁若买阮诶电影票，买四张。我就送你一包肺肠炭，你说这样好不好？啊，你家里有放好好呢。我跟你讲的啊，厨师啊，什么都可以用哦，煮饭也可以用哦。啊，唔通，哎，我是无要负责的哦。好，啊，咱们就下次见哦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要人命都跟你有关，你怎么说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，就跟他睡。男人啊，就离不开你。我没有杀人，绝对不会有什么证据的。